乡亲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曾淼宏曾教授哈，电机博士啊。今仔来只看咱乡亲交换知识啊，交换什么知识呢？来呀、啊，黑的来！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呐、啊。台湾现在在进步吗？以前执政党偷偷摸摸的干坏事，现在的执政党是光明正大的干坏事，总算有进步了吧？哈哈，台湾的进步就是哈、哦，执政党呢，较早哈是偷偷摸摸的干坏事呢，现在是光明正大登堂入室的啦、啊，干坏事呢。这就是台湾的进步了，哦，啊，这个是，欸，我今天要准备加一个吼，两三个不同的主题，啊，让咱同咱乡亲大家互相交换知识啦，了解一下，看恁大家看法想法啦，啊，若未爽的吼，但下底 YouTube 来下了就要紧吼，来做一个大家吼，大家做一个论坛吼，来大家来好好讨论一下。啊，若要扯干辣椒的吼，莫来吼。OK， 迄个简老师啊，食饱干若要嘿吼，来 OK 来 ，Headline 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台湾有在进步吗？以前的执政党干坏事哈，是偷偷摸摸的干的，现在的执政党，民进党哈完全执政后呢是。光明正大的干坏事呢？哎呀，总算有进步了哈！哎，进步哈，进步你记得这样哈，盖先无虾米好看，真歹看呢。哦 ，OK， 咱即摆继续落去哈，来，电机博士曾淼宏，人家陈清伟哈，即个乡亲就讲了哈，蔡英文封存博士论文，他就是没有，我绝对不相信台湾的司法。所以说一步错一步错步步错，事实上再多封存呢也改变不了贾博士的事实了，这种垃圾事情骗不了他人，这更骗不了自己，严重的的事，说谎造假是政治死刑了，尤其一路走来，长达三十几年来，这笔烂账呢，真的有的算了，实在可惜。都已经当到了台湾的总统，竟然还发生这种丑事啊！所以呢，蔡英文，你赶快走，真的时机到了。什么叫时机到了？你别难为家你兵队时机已经到了，因为哈，所有有诶无诶哈，上帝阿拉。基督哦，阿弥陀佛，如来佛，全部拢来咧，嘿呀哈，赶紧走，不然的话哈，你就难看了。因为哈，咱乡亲可能不相信，现在所有的磁场都已经到位了。苏联的垮台，一夜之间睡觉醒来；阿富汗的垮台，一夜睡觉醒来，就倒了，哼！这个总统跟你闹杠，跟你阿伯啊闹杠的，谁招了啊？啊，所以讲哈，我自己的感觉，磁场到了，这个时机也已经到了。所以讲，蔡英文你得较注意，你有没有博士？你有没有骗我们台湾三十七年？你心中有数哦。啊，我若讲几万波哈，反正哈，就简单的啦，个波哈，那个朱进章哦。去拖哦，先甲很诡异啊！我甲你讲，一级战犯朱进航、朱进章，哦啊，海外的那个配合犯罪的哈、哦，制造哈、哦、一堆犯罪的那个 support 的哈、哦，似乎都你都进入 black list 的黑名单哈、哦、啊，所以讲乡亲呐。哦，蔡英文你常客啦，我讲的不见得对哈。哎、哦、，OK， 今麦个就是乡亲杨一禅哦，伊就讲哈，我一向相信哦，高手在民间呐，所以讲咱乡亲哦，若有人哈、哦，第一给他下定义哈，像迄个第一届初国中第一届迄个刘进杰哈，有那种歌曲我下了哈、我都会哈、哦。多看两眼，然后把它取精简的把它讲出来，
跟咱乡亲交换知识，高手在民间呐、啊，来快点哈！这个狼心果会的榨菜，就杨一禅讲啊，这个狼心果会的榨菜，一天不说谎，好像活不下去，不顾人民的生命生计，不把人命当一回事，挡疫苗，挡普筛，假纾困，高端的保护力是未知数，你会让保护力不明的疫苗打在自己的身上吗？让民众去打高端，你打的是什么意思啊？蔡英文，你打的是什么意思啊？为了私利，可以昧着良心，无法无天，烂菜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必遭天谴。我的讲啊，从打疫苗开始，这个要求呢，那个普筛的试剂哈，国外是免钱的呢。咱台湾哈，普筛的试剂哈，我是不晓得哈。现在听说哈，听说还要两三千块，普筛试剂。咱在国外哈，见面你到个你卖的便宜价的给他摆一堆。我上次哈。也去医院做一次普筛啊，排了我两个小时，排了我一个小时哎，这又情绪哎，啊，听说这个普筛哈，咱国外哈，拜托啊，我等于哈，你们要普筛，这个简易的普筛方法都写在上面，请你们拿回家，你们自己普筛，你们发现有阳性、阴性，再自动到医院来报道，好，阳性你再来医院报道，阴性呢你就在家里睡你的大觉。我上次真的去，因为哈、哦，我上次上医院有点状况，哦，然后真的是普筛哎，普筛哈、哦，要求啊，跟他彭文正的讲啊，彭文正彭博士的讲啊，他说拿着一根那长长的棉花棒，他往我的鼻孔啊，这样往里面掏啊，掏的哈、哦，我当场哈、哦，我真的生气。我真的是，我不干了，我走了。但是没办法，哦，他后面又顶一个，要求我，你真的很难想象哈、哦。但是哈、哦，透过鼻腔的普筛哈、哦、是最正确的了。啊，过往我用口腔的哈、哦，比较哈、哦、没有那么正确啊。鼻腔哈、哦，鼻子哈、哦、比较正确了。我会请假哈，这种代志哈，只当出人者啦，你出人者较好啦。哦，啊，你也伫外口吼。啊！你头个烟嘞，个排队一点钟嘞吼，整个 LP 都是我嘞，真正吼、哦。啊，所以讲吼、哦，挡普筛啊，所以讲啊，看着办啊，看着办啊。吼、哦，来 OK， 这个王松本这个乡亲伊就讲吼、哦，蔡英文之所以会败，在于吼、哦、本身是空心菜，连替他圆谎狡辩的团队都没有一个取得博士经历的过程。诸此外行，这外行嘛，怎么能跟内行到不行的曾博士教授们争理斗法，简直是自曝其短，以卵击石。所以讲啊，好，这个王松本的也在讲啊，这个彭正彭博士、林万强博士、贺德芬教授、曾淼红教授、曾淼红博士、欧崇进博士一字排开哈。都是铁打的博士啊！啊，贺老师哈、哦，他虽然是硕士，杨硕士，但是哈、哦，他在学术界里面哈、哦，这个研究了三四十年，太了解了，而且他是从硕士一路升等哈、哦，到哈、哦、荣誉教授的，这都是很有实力的。贺德芬老师的实力，那是不容小觑的。话术也简单呢。啊，您这点哈、哦，张尊涵没有一个读博士的嘛，啊，只有一个石湖东那个博士嘛，邱西洋跑去英国跟英国人介绍台湾的女鬼，啊，都是人海诶，是在你转啊，是在你转啊，啊，你若转唔对啊，低头不会转，不会游，是在你转啊，啊，你若转也了诶，啊，反正哈、哦，英国人哦是抱着哈、哦。看小说的心情，他又不可能飞到台湾来哈、哦，所以你操蛋哦，要摕着这种英国博士，我才了解到哦，原来搞社会科学的到英国 LSE 哈、哦、去拿博士哈、哦，讲到女鬼，
英明夭壽啊！讲到台湾的生活习惯，你如果在台湾的话，你要做到博士的话，那个难度比到英国还要高了。啊，所以讲吼，那蜀中无大将啊，叫个这个少年人啊，少年人要冤家相报，可能声音较大啦，行动力吼、哦，较有啦。啊，若准讲要讲这个理论呢，要这个博士唔是博士嘛吼。你没有走过博士的历程，你知道博士里面的美感吗？啊，所以讲吼，我记得王松本哈，就讲啊，哦，恁家拢无博士，也无走过博士的历程，你想要含曾淼红、曾教授、曾博士，因这阵的啦，那个还早嘞，我讲给你听。啊，即马咱这个孔博祥哈，孔祥博这个乡亲就讲哈，借问的啦。啊，这个明明没有增值五倍的事实，这个说真冲借进步，却硬是要说成五倍券，这样算不算诈骗百姓呢？哎，要求啊，只准州官矿火，不准百姓点灯。哎，台湾人民袂使骗政府，袂使哎随便乱讲话，会犯诈骗呢，诈欺呢，甚至哈这个。但是呢，要求啊，您政府现在怎啊？明明没有三倍，你给我喊三倍券；明明没有五倍，你给我喊五倍券。这不是诈欺吗？要求啊，所以讲吼、哦，来吼，所以讲吼、哦，惭愧了。一个诚信有问题的人呢，当然不靠谱啊。这定了，这打，带头的，那个蔡英文那个假博士，带头的是假的，是冒牌的，所以下面中了人吼、哦。全部拢是假的啦，全部拢有问题的啦。我咧讲嘛，食药署署长吴秀梅那个博士有问题。啊，昨迄集人个讲啊，人讲陈建仁哦，他是医安霍普金斯的博士啦，但是他是一个博士。那个钟教授、钟博士，伊就打电话来我开讲，伊讲哦，奇怪，他很怀疑他这个医安霍普金斯的这个博士哦，陈建仁这个博士是不是有问题啊？他怎么会讲出哦，在哦。生物医疗界哦，这么外行的问题，要求啊，所以讲吼、哦，都是值得验证的。因为那个带头的哦，就是一个诈骗惯犯嘛，所以说他下面的人哦，中等的去，无可能看，像阮这种哦，中等的去哦，没办法靠近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正气凛然嘛，那正气和那个邪气哦，绝对哈、哦、对冲嘛，啊，所以讲吼、哦。这外国提出来的人去哩，伊绝对用外国提出来，伊无可能用那个中等仪器啊！啊，这吼、哦，乡亲呐，那个磁场是有对冲的。你叫我干坏事，我干就好像有点勉强呢。但是呢，当我做出这种肢体语言告诉你说有点勉强，但是我可以做，你不会再要求我第二次了，你不会再要我第三次了，你只会想说啊，哪边有位置赶快叫你去啊，哪边有国策顾问让你出出嘴巴的赶快过去啊，因为以前啊，因为他感觉到你的磁场不对嘛，迟早会出事嘛，啊，所以说哈、哦，在官场上。我从国安部干了十几年，再回来到三军大学干上校级的主官，他有些上长官交代的正的邪的什么东西的，我们心里有数了啊。但是哈、哦，哎，不足为外人道也了哈、哦。我来乡亲参课了哦，啊，今麦觉得依亲这个乡亲哦，伊就讲啊，好、哦，这段哈、哦，我要哈、哦、逐字哈、哦，我来念我来乡亲听。这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了啊，有些东西哈、哦，或许熊清达公公啊，这个牵涉到师德，我们不要去讨论人家了。但是哈、哦，这个人这个总统，总统哈、哦、是没有秘密的嘞，总统是没有什么查封到2049年的，你查封到封存到2049年，你的目的是什么？一定哈、哦，所以说哈、哦，任何问题。总统是不能有这种什么秘密什么封存的，来就熊清共哦，他从心理的角度来探讨蔡英文的家庭，听好哈、哦，虽然牵涉到我们认为说哈不应该这样去批评蔡英文的师德家里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他做出来的，我们不得不去哈、哦、去好好深究，来听好哈、哦，这个依亲哈、哦、你的共哈、哦、来。
小三的女儿，踹门这是小三的女儿，妈妈的问题很大，要迎娶前三位大太太太的大位呢，必须不择手段，谎言欺骗、强欢等。这个女儿呢，跟着学，为了博取几个兄姐的地位，用什么手段，可想而知。只有不停的说谎，才能够圆谎。偏偏呢，贾博士不爱读书，不上进，被识破，只有用傲博，只能说台湾的老百姓善良、无知，被洗脑，一切众生都是一步步的进行了，破坏了台湾的美好。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管了，每一个人出点力，下架民进党，脱下蔡巫婆这个恶毒的变态女人。哎，有些问题啊，因为她的行事轨迹来，我说你一听，现在是到尾哦，一月，今年的九，现在一月到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到九月份，我们已经发生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从严难开始，就莫名其妙的在吃哈美猪美牛，而且哈美猪美牛啊，有时候我觉得啊可以了，内脏呢，那个内脏哦，所有的剧毒，因为台湾人咱吃内脏嘛，吃北来嘛，吃下水嘛，这上盖严重了嘛，所有的毒最毒的是内脏。而且这个口哦，这个踹门哦，他还哈、哦、把美猪美牛哦全部藏起来，我讲了，因为哈、哦、都政策性指示，较早哦，香蕉哦，那金香蕉哦，在哈、哦、产销不协，产销产量太大的时候，等你嘛吃香蕉，等你嘛吃香蕉，哈、哦，只要。营中啊，甚至只是没有下命令而已啦。啊，长官一个鼻，一个。长官一个小指示，哎，眼睛一个瞄瞄头哈、哦，你水果什么都不要买了，你就一直吃香蕉，你就一直吃香蕉，你干脆有时候跟那个讲，哎，你干脆摕一瓶香蕉，我摕来发房间嘛，帮他吃啊。啊，所以讲哈、哦，这个很多的事情呢、啊，美猪美牛那吃啊，我们想不吃都不行呢，他都给你 mix， 给你混在哈。哦台湾猪、台湾牛里面，让你搞不清楚，让你不知道哈、哦，这个产地啊，产地的起源呐、啊。较早哈，较早阿扁啊，底下什么，因为他曾经要考虑用 QR code 来做哈、哦、产品的那个的起源呐、啊、的记录啦，阿扁也无做啦，啊这哈、哦、夭寿啊，看我外看我的啊，你吃美猪美牛，每顿你到底在吃，到底在哦。拢是食美猪美牛，你唔知呀？哎，我有钱呀、啊，我想要食较好呀、啊，未使，让你辨识不清来。哎、啊，这个时候，政府蓄意的、有系统的在犯罪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说，台湾人劲敌哈，每天你每个人都要管啦、啊。为什么？因为哈、哦，你要生几个小孩，你要不要吃毒猪毒牛？都跟政治有关系啊，像踹门擘一个，你想啊，我和你无关系，我不想管政治，我不想啊。我跟你讲，他天天喂你毒猪毒牛，天天喂你吃毒的那张，你还不晓得，所以你无关政治啊，我无插政治，无插政治，你无插政治，哎，到时吼，你和政治甲你凌敌，凌敌，我跟你讲吼，来，甲亢中，争掏空，啊，提醒吼，甲亢中啊。哦，啊，真掏空了，啊，属性哈、哦，咱台湾哈、哦，每一个中央政府预算哈、哦，每一个科子目里面的结账，哦，里面的哎、欸，你的预算的捷报都有程序的，你们过去的四年，过去的八年，
哦，四年加两年半，现在六年半了，五年半了，你们哦怎么干？哦，所有的报账哈，这个主计方面的结账哈，都是有程序的，都是有案可查的。他家阿弟啊哈，因太太哦，提了发票诶，报账报账的，最后规个拢给逼出来，黑东西主计财务那边哦，给逼出来。我跟你讲，当改朝换代的时候，蔡英文你这个人，你该注意，你应该注意耶。这五年已经2.5兆乘以五年12.5兆，甚至于后面的再来哈，总共8年2.5兆20兆呢。所有的预算结报，那边边是被当啊，那阿边啊做遐济代志，您拢无做代志，啊，您到底预算花到哪里去？到时候哈，来来来来，每一张发票都要算清楚，每一个哎。欸这个情报预算呢、啊、是机密预算，不能够没了代志，没了代志。机密预算我们哦机密检核，最好哈、哦、这些主计财务的管预算捷报的，你们哦有犯罪的事实，你们主动跳出来先讲，不然的话啊、哦，哎，先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们哦有从事犯罪的，你赶紧跳出来讲，没抓到哈、哦，哎。跟他张晋那个阿公，张晋律师的阿公了。公务人员犯法的话呢，加重刑期，承担0.5了。那么判2当，你剩3当了。而且哈、哦，我们要创造污点证人，污点证人先出来。你如果哈、哦、不出来抓到，哎，不止哈、哦，公务人员加一半，再给你加一半。我跟你讲，可以用特别法哈、哦、啊，所以讲哈、哦。哎，这个时候我感觉啊，因为蔡英文这挂哈，我昨天就讲了，钱完了了，有这三百几本哈，所以讲哈，口号治国，全部都在口号治国了啊，画大饼给国人看。我刚刚亲自讲一下，我把酒留过，哎，浅见国造，浅见国造，这个口号讲得很美丽的，很漂亮啊，是让浅见国造有这么容易吗？我曾经哈就讲过了，我曾经去 study 哈澳洲的潜舰，澳洲是属于 NATO 的，它在国防武器上的研发跟 NATO 是息息相关的。哎，潜舰国造，澳洲哈它干了20年，最后呢一堆烂屁股交给美国，美国哈把它全部弄下来，到底花了几千亿啊，2-3千亿的美金啊。才解决事情，而且搞了20年，我就不相信哈、哦，浅见国造，澳洲这么高级的国家，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他们在国防武器的发展上呢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的内部人员都可以互相帮忙的，他们搞了20年，到最后呢，整个浅见里面的作业系统呢，全部更换成美金的，然后呢。荷兰的也进来啊，可能德国的也进来了，法国也进来了，对方呢全部改成美国帮他收烂屁股啊！我就不相信了，浅见国造在明年，今天是2021嘛，在2023的时候呢，必须要交舰一艘还是两艘啊？交舰一艘还是两艘啊？那在2024年呢，可能要交舰哈、哦、6艘还是7艘要成军啊？我跟你讲。口号治国，把大饼画在2023、2024，林北丹也掉了。我就要看，因为我研究过澳洲的浅见国造，不叫干单了。啊，所以说这个验收的日期也快到了，钱你们有在花啊，花得很高兴，我们也都不讲话，等到2023、2024，浅见国造2023哦要成啊，2024要成军哈、哦，我发单你的款哈来。我们这个外好朋友蔡慧煌、欸、他讲的又有道理耶。来我讲了一下，他说、哦、长荣的航空的这三名机师呢，他们都已经打了2剂的疫苗、欸、打了2剂的疫苗还是一样中奖，还是一样中奖。他说呢，要打3剂、打4剂、打5剂，要求我连打1剂啊我都不敢打。为什么？我不晓得哈、哦。哎，这个疫苗打下去呢，你要只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我立马拜托了。哎，上了50岁、上了60岁的人哦，大部分都有高血压或是血糖的一些有的没的呢。
都有一些哈慢性病在身上，因为你身上的器官用了50年，用了60年，总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有时候我搞不清楚了，有时候我搞不清楚了。但是呢，这个疫苗打下去呢，哎、欸，他帮你去检查，发现有问题，他就当场一命呜呼了。所以说哈，哎、欸，长荣哦，航空的三名机师打了2剂，打了2剂。都一样突破性的感染，那个疫情指挥中心考虑对机员追加第三剂，如果第三剂打完了，问题又出来了，不会产生抗体，或抗体的随时抗体的抵抗力也随时下降，那是不是要打第四剂、打第五剂？哎、欸，要死人啊！那样怕人哦，啊，一剂加一剂，一剂加一剂。疫苗的防疫能力永远追不上哈、哦，这个病毒的变异的速度，那是不是一辈子都要打下去啊？啊，这个我那个蔡慧芳哈、哦，蔡小姐，我和平玉的讲哦 ，I know， 我连一剂我都不敢打啊、哦，这是小弟，伊讲伊哈 ，I know，no，no，no， 一剂不打啊，我小弟有那讲者，头讲者，我不敢打，我不敢打，打一剂或许呢。这个有的没的，我没有病呢，被他一打哦，当场哦，口吐白沫倒在地上。你假卡吧哦，我哈、哦，我很要求自己，然后我每天哈、哦，我比较相信中医那一套，我每天呢都会喝姜汤、姜汁，哦，抵抗保护，让自己的保护能力能够，而且哦，睡眠要睡得够，不要熬夜，睡眠睡得够，好、哦、啊，天天喝姜汁、姜汤。让自己身上的抗体哦能够增强，阿弥陀佛，叩叩叩，阿弥陀佛，叩叩叩，叫我打疫苗，您别吃不好一点呐、啊，我讲给你听啊，吼、哦、来，哇、哦啊，这个曹胜富这前辈吼，伊嘛讲嘞，吼、哦，他讲这个吼、哦，他讲的很有道理，有些事情吼、哦，来，曹胜富伊就讲，伊就讲吼，伊讲吼，蔡英文他明明不是独派，为什么中共国跟郭炳烫呢，始终都要批评蔡英文是独派。嚯、哦，爱公亮呢？因为哈、哦，如果承认了蔡英文也支持也是统派的话，那么郭炳烫的新珠白，哎，郭炳烫哦，他不是独派，但是呢，郭炳烫的神主牌呢就被蔡英文抢走了。连带的蓝营的支持者也会抛弃郭炳烫，转而去支持蔡英文了。要求啊，功好告得力啊！他明明我是独派，我很坦白，我做人很坦然，我是独派。我们哦，哎，我独派哈，不叫泰哥呢，我独派哈，我等于不输二十年，我绝对不可能哦，我只有硕士，我骗你是，哎，我们独派有我们独派的高尚性呢。我前去想啊，我实力到哪里到哪里啊？啊，所以讲吼、哦，没得闹亏了，没太有踹门吼、哦。踹门他不是独派，那为什么中共国以及哦国民党一直他戴他帽子说他独派独派？因为要消灭独派哦，是统派的国民党跟中共国他们哈、哦、唯一的神主牌嘛。啊，伊若讲踹门也是统派哈、哦。那这个新主牌人又出来门退去啊，大家都出来门行啊，国民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哎、欸，讲了得力，讲了得力啊，所以讲吼、哦，我们独派不叫泰哥啦，哦，贾博士，博士学位对我们来讲哈、哦，追求台湾的独立哈，是一种哈、哦、我们的梦想，哦，我们会逐一实现。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学历到哪里，我们做到哪里啊，所以讲哎，起码你笨哈。日本，因为我和日本那边吼、哦，真熟个。啊，日本吼、哦，甚至吼，今年日本的飞行派的吼，的校长吼，来台湾，哎，以前吼，国防部长以前的谁吼、哦，带他去见现在的国防部长怎样怎样。啊，因来台北吼、哦，我以前第一我带因去。中山堂旁边的一家牛肉面店吃，我一家中华裔，阿伯也没得一下，我带去北岛吼，洗身躯，吼、哦，用啦松啊呢，松啊，啊日本那边吼、哦，给我的一些意见，我讲你我们是内阁情啊，都是保证以前哦，都是哈、哦，
安倍下面的哈、哦、义则下面的一堆啊，没在讲，没在讲。他们跟我报告了一下心得，跟我聊天聊了一下心得。他跟我讲哦，中共国哈、哦、出兵换台，中共习近平他如果敢出兵换台的话呢，就是哈、哦、台湾哦理当建国的理论基础，你若出兵打台湾，哎、欸，那就是台湾国哈、哦、取得了哈、哦、台湾独立的建国的理论基础。伊是安那讲的，伊讲哈，哎、欸，台湾想进，哎、欸，这东西哈、哦、官方的讲话，官方那个他说台湾想建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哈、哦，哦，没有经历一种战争的摧残哈、哦，想要建国的了，哦，啊，台湾即马是哈、哦，现在统派哈、哦。跟内阁两统派都确战未战，哎、欸，所以说哈、哦，你不能的安尼讲说哈、哦，而且习近平明年他面对了20大的那个接班的问题呀、啊，他需要一战，战什么？打一下仗，凝聚一下他的力气呀、啊，哦，精神战力呀、啊，让他们的国内人，所以说哈、哦。台湾呢，谁要建国？台湾有需求，哦，可能要打一仗。那中共呢？他们呢？习近平，他为了20大的接班人，他也需要一仗，啊，可能也会起来。但是哈、哦，依瓜哈，我来讲嘛，这个21世纪的打仗专家，我等于博士，我是专门研究21世纪的作战。C4IS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我哈，你们所有部队的运动，我透过 Link16， 也就是印太战略的 Link16， 把全台湾哈所有的防卫，透过卫星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说中共在东南地区集结的时候呢。那么就咱哦，透过卫星情报卫星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还没有出门，咱去get了，没有让他出门了。而且他们一出门，哦，出门至少要2个半小时才能够到达台湾了，因为以那个登陆舰的运动速度了，急速快速哈、哦，不停息的这样造哈、哦，想概就要2点钟才能靠近台湾海峡。台湾是全世界的飞弹密度。仅次于以色列的国家，台湾至少哈、哦、有5000到10000颗的飞弹，弹你家的弹你啦，啊都打靶训练，全部打靶训练，哦、啊所以说哈、哦，中共你也别来怕台湾呐、啊，陆军是没有用的，陆军，请你告诉我，陆军如何翻越133公里的台湾海峡？你至少有2个小时的迟滞空间让我打靶呢，上来的话，我跟你讲啊，上来的话，淹死的、淹船的没有战力啊。所以我们台湾人，我们只要用平常心啊，那依挂哈，电机博士专研 C4ISR， 21世纪的玩家写法，跟20世纪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啊。而且我们台湾的所有陆海空军雷达都已经跟印太战略中心 AIT 啊，全部都已经透过 Link16 已经全部连接了。到时候我告诉你讲，咱哦，他们来点而已啊，哈，他不太简单呐。中共没有办法哈、哦，没有办法。那完结起来哦，我讲一下西部地区，阿富汗塔利班，新疆的人一定起来，维吾尔人一定起来。啊，北部地区哈、哦，蒙古、俄国啊、哦，蒙古、俄国的联军呢也会下来，长期直入直达北京的。所以讲哦，中共哦，习近平你看，当然东南沿海的台湾的问题哈、哦。以温西耶，啊，他只要哈、哦、动手台湾的话哈、哦，多国联军马上就到。哎，现在美国哈、哦、的遥控的飞弹可以飞3000公里，而且命中，直接命中了。什么义勇兵飞弹，那个是哦，遥控3000公里哦，透过remote control呢，要打哪里就打哪里嘞。啊，所以说哈、哦，现在哈、哦、地理因素，除非你要打登陆战呐、啊，啊，所以说哈、哦。
中共要打台湾，我跟你讲，他打台湾刚好哈、盟联军的海空军来支援的时候呢，也给台湾建立了独立建国的理论基础。这个国家，我看我感觉的，安尼出兵没搞阿拢，就我们台湾呢，独立一个建国呢，就取得了我们独立建国的理论基础了。到时候啊，只要把中共打退回去的话啊，我们就可以在哈、多国的支持下呢，独立建国，起名台湾国啊、所以讲哈、这个物是敌之不来，事物有以待之。只要中共国动手哈、武力换台的话，就是让我们台湾哈、取得这个建国的理论基础了啊。到时哈、中国人，你若真讲哈、想要对付这个中国人哈、你们可以去啦，但是哈、那个国家哈、那个中共国那个国家哈、假把跟他出个骗，迄不是讲出来门这种骗嘞，骗出来门迄个高级的骗嘞，迄鬼蛋全部拢骗嘞，全部拢骗嘞。啊，你若想要去做中国人哦，我也无反对啦，哦，跟他哈、你不能要通敌台湾那些嘛，他也是对台湾的台湾岛上的中国人说哈、我三年之内让你们回去，你们如果不回去，你们就当台湾人，哦，这民主小微小呢，所以讲哈、那这样子的话呢，台湾呢，只要中共武力换台，就让台湾取得华理建国的一个理论基础。相信呢，多国联军、海空军进来了，也会协助我们台湾建国啊。所以讲哈、这是哈、然后呢，咱跟中共呢，以海峡为天然的国界哦，这是我的想法看法啦哦啊，对唔对？我来乡亲哈。参考啦，这是日本那边，拢是内阁级的，他们跟我交换的意见是这样子。啊，我来用心参考。啊，所以讲哈，所以讲来，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台湾有在进步，台湾的进步呢是以前的执政党哦要干坏事。也要偷偷摸摸的，现在的执政党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呢，要干坏事呢，不用偷偷摸摸，就光明正大的干哦啊！所以说呢，这种进步，甘是算进步啊、哦！啊，所以讲哈、哦，英雄含咱乡亲交换地形，对唔对？哈、哦，啊，咱乡亲哈，这个参考啦哦啊，有什么讨论的，再来下面哈、来写 ，OK，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